哇，鼻子呀，春天啊，牙箍我肚子里了，这回那我过来出来遮遮呀。那嘎克，哎，好邻居边个冷面擦洗，牙海那比人阿里也在了，会小会嘛在，下回都是四零人，三个过敏唔去困，早去叫黑口海呀，在那出冷面，回来黑牙医，唔咋以为在那彩的，阿话都无一话的。我空调啊，你哪趟无一话的，你心走，让我靠在那正太跳。人小可见嘛，格勒说，这里人过年唔困，早去休息。为那个老人家，年纪的人家问，这他过年出去哎？是呀，那转了卡变安尼呀，人我婆笑我婆，话做我叫那是够好伊唱耍落去，我以后的泉州要怎啊徛起呀？来啊，你得带我三更，三更不就爱叫你三更困的？你去带我十二级无看，我来去后头皮囊。皮囊，你小不要挂心，林志明还中心呀，我得搞心机。不是啦，我就是跟叫古野狼来坑你，我那刚怕伊啊。不然怕幺幺零，狼幺幺零我怕掉了。阿英就要算，狼幺幺零是嫌你手冷面是好不的，你是因管无坏，都是俄罗斯将我带的推工哦。我靠，真嗨呐！行行行，选哪个出来这个说。春娇倒去啊，到厝内，面对日阿唱、暝阿唱的志明，心内面是愈想愈生气。啊，忽然间，伊煞间想到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志明啊，志明啊，啥代志啊？你来，我甲你说条代志。老查某，啥代志？你说哦。来者大。既然是传统文化，那我来去唱。你要唱啥？我决定了，我去找海呀唱男音。你也要去学诶？环境连结。啊，你也要去学？我是无啥意见，不过海呀会比咱较酷。你说，这因翁阿母一人问一日来跟我学男音俩？啊，分得是免交学费诶，但是呐，无你也安排者，我也带你去学男音嘛。丹刚啊，你也莫来批笑我哦！先笑诶，先笑诶。咱泉州诶南音嘛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那么，愈侪人学你，就愈好来进行推广咯。但是呢，咱也有一句俗语是安尼说诶：寸金未取，万金未取边。南音是着推广，但是呢，也茫去差着厝边卡刀哦。对对对，一点啊，海啊，还得检讨者，唔通个半暝唔困，出来唱曲过门哦。而且。咱今仔日咧，志明甲春娇小二班厝边卡刀到这搭了就结束了。感谢大家人的收看，咱下一期再会。再见。